啊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的样子，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，有基佬，有基佬拖我后天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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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打头好吧。打身体是吧，打肚子才有水之呼吸流流无头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，但是这个 B 身体硬得很，现在打出 S 级伤害了。好，我们四智呢打他伤害比较高一点，看着打水之呼吸流流无，已经飞到天上了，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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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发现我好像有点打不过他，刷的嘛，并不是打龙打的。现在发现这个九头蛇确实有点难打，各位，有点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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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八个只有两个头，他们一直只有一个头，好吧？哦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水之呼吸，那个叫什么书来着？好了，原谅我，看。我愿用我三年的，哎呀，好，结束。然后呢，九头蛇就自动爆炸了，我记得它还会爆炸吧，我记得。啊，不会，死掉了。吐痰之术，完结。拿到了九头蛇的头，获得战利品九头蛇的头 ，One of Blob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获得了炽热的血液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拿到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些神装，叫做炽热铁地啊，炽热裤衩。这玩意儿呢，曾经对吧，在我们的这个异世界的时候呢，对吧，说过一句比较经典的这个名言啊，是吧，九头蛇的热血，不对吧，没掉刀，九头蛇会掉什么雕，九头蛇不会掉刀吧？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九头蛇打完了，打完了之后呢，明天咱们就应该去攻击这个冰雪女王，还有这个对吧？冰雪女王吧，是吧？做春阵吧，春阵好像做不了，有蚊子。在那边看看夜叉能干什么？行，抽烟，夜叉。好了，那么下集的话，我们将要去对战我们的这个。冰雪女王吧，是冰雪女王吧吗？还是我们的这个暮色恶魂？忘了啊，反正不管打哪个，我们下集的话，好像说我们这个恶门大蛇恶门的话会从九头蛇那边掉，我准备下集的话再去尝试一下。好的，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是明哲，欢迎下集再见，拜拜。